好，迎接中国农历新年，如何玩得尽兴又省荷包？北加州有一家华人旅行社特别就推出了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南洋风情游，再加上台湾礁溪温泉之旅，9天豪华体验行程，而且是全程没有购物行程哦，就是要让华人好好享受假期。无论是搭乘高空滑索体验前所未有的刺激感，或是享受阳光沙滩、热带岛屿的浪漫情怀，新加坡圣淘沙小岛上各种各样的休闲方式开启这趟多元旅程。从马六甲古城乘船体验水乡风光，感受历史气息，到缥缈天际的云顶赌场一试手气。3月份所有新马知名景点一个都没少，而且全程入住市中心内的高级酒店。我们呢，使用的酒店呢，都是当地市区内的酒店，保证呢舒适并且安全，对您呢去逛街或自行购物呢都相当的方便。特色小串一把又一把，从浓浓的特制汤头中带着热气新鲜出炉，足以众多的马来西亚不同风味的道地美食琳琅满目，简直挑不出从何吃起。观众不用着急，最具代表性的精华美味早就已经准备好了。这些美食呢，都是我们在千挑万选之后呢，再推荐给各位去品尝的。我们会吃到黑胡椒餐、海南鸡饭、迷你猪手、娘惹风味餐。吃饱喝足还没完，最后一站要到台湾泡温泉，腾腾的热气让身心彻底放松，之外还能与小鱼在池中嬉戏，更添乐趣，最适合一家人共同享受悠闲时光。强调高品质旅游体验，每家旅游不止承诺全程无购物，31日之前报名更有惊喜优惠，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上每家旅游官网查询更多资讯。东森新闻殷宏文、唐孟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